大家好，我爱阿朱阿直，这是我第一次在 YouTube 上做一个节目，我来试一试，只是录音哈，主要是读我以前的文章，然后我不露脸哈，因为做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我暂时不露脸，然后主要是我把我以前的文章念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在那个 YouTube 上边。我主要的题目啊，主要是讲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所谓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就是指党派出他们自己的人派到教会，然后制造啊教会里的名人，然后来控制华人教会。这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主要的思想。然后我为了做这个节目哈，其实以前的我的文章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哈，但是啊，由于被封杀得很厉害，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啊，为什么我想做这个节目啊，主要是这段时间 YouTube 上边的自媒体很多，但是啊，他们基本上不了解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而且许多人呢反而在鼓吹一些本来就是政府派进过，就是党嘛派进来的一些人。然后比如说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江峰时刻，他的节目是做得挺好，但是他也是基督徒，我看他的留言，包括以前有个牧师也告诉我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似乎也对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呀，好像也不太清楚。比如说那天我看见他做一个节目哈，就是还在那个鼓吹高志胜，高志胜他自称是基督徒啊。大家我们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是从他自己说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从他的行为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到底是还是不是。特别，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反证法。高志胜他是假先知，我首先说到这儿，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假先知。要证明他是假先知非常简单，只要他的预言失败一次，那么他的假先知的身份就被证明了。然后高志胜在2017年或者在之前嘛，然后网上非常流行的，大家都说他预言共产党在2017年要垮台啊，现在已经到2019年了，现在也没垮台。说是这些人还在吹捧他，但是也不根本就不关心他的预言是否失败。他说的是预言，他不是自己的吹，也不是自己的预测，他是自己亲口说的，网上至少大面积的报道说是上帝告诉他是共产党在2017年要垮台。所以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但现在没有垮台，所以说他的预言是没有实现，这些人照样还在吹捧他哈。所以说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接着看我的文章或者看我的节目哈，就会清楚他其实是一个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哈。这些网上很有名的人，包括于杰、王怡，都是这个计划的部分。然后最主要的暴露这个计划的最大的一个人呢，就是袁志明。大家也知道他的强奸丑闻暴露之后，这些人其实就慢慢都暴露了，只不过他们控制了网络，还有大外宣控制了网络哈，然后我们的声音都发不出来，特别是我写的一些文章，虽然有人在读，但是传播的也非常慢。还有一个原因让我想起来做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网上前段时间那个法国的那个名誉牧师张健他死了哈。张健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是牧师，他那些都是假的，他也是和谐控制计划的一部分。张健在网上我是知道他哈，他有一段有一次还邀请我给他一直开基督徒
政治论坛啊，当然我拒绝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我的那个文章里边都有，但是，如果以后我会讲到，张建他死了之后，大家都去关心他搞民运的事情去了哈，然后大家不绝口不提他是基督徒和牧师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本来就已经暴露了哈，暴露了，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上不管他是真死还是假死，那么上帝已经剥夺了他作为基督徒或者作为做牧师的身份了，就是要了他的命，简单的说就是要了他的命。如果他是假死，那么他也再也不能出来了，因为也是有些怀疑的哈。当然我这样说，我的确也没看见他的尸体的照片。好，然后一说到张建呢，又马上说到最先报道张建，大量报道张建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叫做戈宝胜的人哈。戈宝胜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自称是基督徒。他在以前的基督徒论坛，他叫曼德，基督徒论坛的名称叫曼德。他那个时候主要是鼓吹那个洋文化，就是说那个意思嘛，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信了洋文化之后，狼啊就随便吃，然后他也不反抗，然后就很好控制，大致就这个意思。他当然网上的名气非常大哈，因为主要是那个戈文贵爆料之后，他好像真的，但是我不怎么看他的节目，我因为很明显他是也是从事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一个人物，因为真正的基督徒是很少公开这种不清不扬教会，他又是牧师，不清不扬教会反而来在搞一些政治的活动哈，就是很少有这种人哈，这种只要是搞政治活动而且也很有名的，并且自称是基督徒和牧师的，你们都要怀疑他们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他们是党派进教会来控制基督徒的。好，这就是我的开场白，这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主要我指的就是党派一些人冒充牧师，然后冒充基督徒来控制基督教会。当然他们的目的不只是控制教会，因为这个身份作为牧师的身份 很好的掩盖他们的那个卧底的身份啊。我一般称他们卧底，他们当然是也是要控制整个华人，然后也是要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其实就是间谍嘛，就是卧底，但是我一般称他们卧底。今天我就先说一下那个总的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内容，然后啊我再念一篇文章，这都是我以前写好的。好，然后我开始练哈，练完这个节目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今天是2019年5月31号。好，我现在开始练这个节目哈，我普通话不好，可能也学不好了，因为我的语言能力本来比较差。然后我开始练分析，无敌和谐和宽恕的实质是强奸，华人基督教政教勾结远志明的思潮。无敌和谐和宽恕是三个代表人物的一个思潮，无敌是指刘晓波，和谐是指远志明，而宽恕指的是柴林，后两者自称是基督徒，把这个思潮归入基督教是顺理成章的，完全可以理解。而刘无敌却不是信主的，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归在一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思潮不是天生自然就有的，这个思潮完全是政客在推行。二，这三个人无敌和谐宽恕的对象都是掌权者，而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掌权者坏事干多了，就让这些人来鼓吹无敌和谐和宽恕，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鱼肉百姓，完全不用悔改自己的恶行，却以基督徒的异端思想来控制老百姓。这篇文章主要分析无敌和谐宽恕的来源，现行暴露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抛砖引玉，让基督徒提防这股异端思想。
最先把无敌、和谐、宽恕这三个词连在一起思考的，是在共舞台一个基督徒网友 XYZ315。 哎，这个人其实就是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信心也不是很足，然后我在网上发言，然后就是以 XYZ315 发言哈。 XY 就是未知的嘛，315就是打假嘛，打就是打那些假牧师，打然后专属教会的狼。起先他在网上揭发远志明的旧金山共识异端的帖子，引起了搞民运的刘刚的注意。刘刚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恶卧底牧师张前进》，然后也引起了徐世良的注意。徐世良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筑巢引鸟，坐窝养鱼。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掌权者一定知道有人反对他，怎样才能控制这些反对派呢？他们使了一个阴招，就是共产党啊自己派人成立反对派，然后吸纳真的反对派。如果你这些真的反对派去加入他这个共产党的反对派啊，那你就倒霉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个就是钓鱼嘛。这句徐话说的是既唱红脸又唱白脸，既做端公又做鬼啊，都是党的人了、啊、谁要信了有真的反对派那就上当了。这个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我在网上很多年啊，我就会看到许多搞民运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党派来的，党派来的。这点如果你们真的要去加入他，那你就上当了。其实这个招数在60年前教会就有了，中国掌权者在教会的代理就是三智会，三智会的就是以共党为首来控制教会和基督徒的，但打出的招牌却是教会啊，这就是三智会哈。三智会它是最大的异端，按照网上王英牧师的说法啊，世界上最大的异端教会就是三智会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那没办法。共舞台是一个政治论坛，里边的人就是讨论刘晓波，称他为刘无敌。是因为刘晓波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啊，别人在带他读获奖感言上宣称他没有敌人啊，共产党监狱的人对他挺好，表现得非常高尚。因为前面有甘地也是这样嘛，曼德拉也是这样，都是要以爱来表现如何如何高尚。可是据网友们的分析，刘晓波其实是整合反对派，只要共产党有真的有危机的时候，他马上跳出来说要有爱嘛，有宽容掌权者，表现出来的全是和共产党合作。然后就是我啊 XYZ315 马上就联想到刘晓波的两个副手王怡和于杰，这两个人都大概是2003年或者2004年、2005年嘛，这几年专注了教会，表现出来他们都也是和共产党在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怡、于杰都参加了旧金山共识。根据维基词条远志明的词条哈，显示2008年远志明、于杰、王怡等人发表了旧金山共识，被一些基督徒认为是和掌权者政治合作，和谐控制基督教会。并且王怡和福建的国安林刚还组成了全国归正联盟来控制家庭教会，这样刘晓波集团也就和基督教搭上了关系，因为他的两个副手都是基督徒。大概也就是在2012年嘛，并且在同时另一个民运的人物也是自称是基督徒的柴林也站出来说要宽恕李鹏。不仅如此，他还连续三年，对，他的确是三年就出来说宽恕李鹏，最后整得他的那个前夫封崇德说这次这个他宽恕李鹏他就不能再为他辩护了，因为当然那个时候为了污蔑他，然后就说他希望那个天安门死的人越多越好，而且还说他在六四的时候他就从天安门他跑了，他自己跑了，把那些学生留在这里哈。当时封崇德是始终为他辩护哈，但是他这次站出来宽恕李鹏，哎呀，封崇德也没办法忍了啊。好，于是啊，我就马上都意识到这是个思潮，这个思潮啊一定是由共产党的政客在推行。
于是呢，我就称他为刘无敌、远和谐、蔡宽恕。这是以政界和宗教界两界来思想来控制华人，特别是从基督徒开始，因为教会在海外是最稳定的团体，只要这伙人灌输了刘无敌、远和谐、蔡宽恕等异端思想，就牢牢控制了华人的灵魂和行为，最主要是在思想上，因为教会是最稳定的嘛，他的牧师出来都全部讲这种爱，这个其实是鬼爱啊，就鬼爱，就是说无限制的宽恕那些作恶的人哈，这是人上帝做得到，但是作为人是做不到的，而且世间的法律也是要管这些人的，但是他们就是这种爱，不管你说我就称之为把你强奸了，还要你和强奸犯和谐，好，这是后边的更多的意思。我就把这个看法发表出来之后啊，马上就网友就认同，有几个网友嘛啊，现在过了很多年，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有个网友说，我原先以为华人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个人后来写了篇文章，在后边我会讲，没想到还有人能提出这种看法，真的要感谢神。可是有许多网站都被五毛占据，我在说许多网站哈，主要是指华人的那个媒体哈，包括那些所谓的搞民运的媒体哈，当时我是在共舞台嘛，他们那些人说他其实也是党办的，包括那个独立评论，那里面也是有许多五毛啊，都是党派过来的，你以后再慢慢再聊哈。好，我当时提出这种看法就是刘无敌、远和谐、蔡宽恕之后哈，虽然有许多人认同，但是也同样没有传播很广。有一个人呢，当时他也认同，他好像叫什么天理还是什么的，当时他说他是广东上来的，他就认同，他刚要站，说你说的很对啊，马上被另外一个人就制止了，然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这些东西他根本不传播，也就把这个捂开。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证据就太多了。刘无敌不是我们基督徒关心的，这里暂时不理他，只关心他的两个副手于杰和王怡。于杰和王怡2006年兼布什总统，搞垮了那个维权哈。2008年写了《旧金山共识》来控制海外基督徒，然后2008年还成立了全国归正联盟来控制家庭教会哈。这就是于杰王怡啊，王怡。王毅前段时间也在搞事哈，搞事，他反正周瑜打黄盖嘛，现在好像把抓起来了，后面我们更多的会讨论他。袁志明就不用说了，网上都是他的负面消息。这里有个合集，强奸的你还要你和强奸犯和谐，凭袁志明的异端的道，旧金山共识15篇文合集。然后2013年袁志明和梁飞生嘛，同工到欧洲传道，而梁飞生是主动给习主席写信，表忠心的人。参看《信心之旅》《卡尔加里之行》哈，这个也是我写的文章，完全表明袁志明就是一个统战干部，以教会为据点进行统战，因为教会，洗钱也比较容易，捐款呢可以完全有现金哈，然后最主要是。那个教会有这么一个光环，牧师的光环，一看，就觉得大家觉得肯定是好人啊。其实花和尚，和尚也是一样，许多花和尚，都是这样的，教会也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女人呢，就送给袁志明，一个8缸的奔驰哈，因为大家都想不到教会的牧师竟然是共产党的统战干部，其实这也不是新鲜事哈。只要知道一点中国大陆教会历史，就知道教会的中共。特工都是流氓啊，而柴林哈，他就不用说了，他已经3年出来为李鹏洗地哈。我现在说一下，这篇文章是写的柴林后来把他的那个被强奸的事情曝光之前，那个时候是柴林刚好是要出来和李鹏，跟李鹏洗地呀，大概是说要宽恕李鹏嘛，因为他后来当然我比较清楚了，他是上的那个叫天上人，他们的异端。本来就是为了要控制这些海外以前搞民运的嘛，因为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肯定不能造反哈，
然后就控制他们的思想，其实想去控制彩铃啊，没想到有一个强奸的那个案件在里边哈，埋藏在以前哈，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只有他们真的是天知地知哈，然后他知和那个袁志明知道哈，没想到后来彩铃后来又使了一个拖刀计吧，回马枪，我称之为回马枪，把袁志明给一下给揭羊皮揭穿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四少的临界背景是什么。自从三智会的头目共产党人哈，假基督徒丁光训，他是共产党人哈，把阴性称义改为阴爱称义之后，爱就成了华人基督教的主要特色。要有爱嘛，要无敌和谐宽恕，特别要爱掌权者，要有爱强奸的你还要和强奸犯和谐，这就是爱的表现啊！这就是他们鼓吹的，所以说开始彩铃也是，被强奸了，还要让人家宽恕他们哈。当然，最后就肯定是忍不了的，这个不是人能做的哈。被强奸了还要宽恕别人，这也是不是正常的人的行为哈。当然不能讲战哈，要讲爱，讲战就是有敌人了，那么就我这个小波这个主张。无敌的人就显不出我高大的胸怀，讲战的话袁志明就不能和谐华人基督徒了，基督徒要和魔鬼征战嘛，这是，但是他们现在不讲和魔鬼征战，他们只讲爱，爱任何人，爱任何人，特别是爱掌权者，讲着，然后你如果说战要和那个战哈，战斗的战哈，就是柴林柴郡主哈，就不能宽恕李鹏了，那不行，掌权者就不能满意这个，所以要有爱，要无刘无敌远和谐蔡宽恕。你们看明白没有哈？这个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我主要是读这篇文章，真正文章你们可以在网上下得下来哈，就是在网上搜七仙人教会的博客，所有的文章包括我的合集都在里面，你们看还更加清楚一些。再补充一点，有几个名人来鼓吹可不行，得真正落实到教会哈。于是就有归正宗就上场了，然后就是唐崇荣，唐崇荣大家也知道哈，他是搞同性恋，大家现在都在掩盖这个事实哈，在网上都搜得到那个叫什么，他的一个牧师，现在突然间想不起来了，他的公有一封信哈，在网上都找得到，就是哲什么哲，突然想不起来了，你们可去看，然后中信就上场了，王永信就上场了，王永信哈，就是按理，那个袁志明做牧师的是袁志明的按理牧师，他已经死了哈，然后他们当然是和三智会合作，我们现在，就发现那个敌人那个标杆人物，那就是。相当于敌军中扛军旗的那个人，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就是远大侠、远和谐、远强奸袁志明。我们只要盯住他和他周围的人，你就八九不离十的知道了基督的敌人在哪里了。好，我读完了哈，这是我第一次做，所以说也有点紧张，最主要是我普通话说的不太好，今天有点太累了。下次我再试试啊，最主要是我想把文章弄到 YouTube 上。访问的人会多一些，暂时不露脸，因为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以后如果风险太大了，我可能在就要求打赏啊这些哈，因为毕竟我还家里小孩了，这些要养，但是现在暂时不会吧。好，我先试试看效果怎么样。好，我停了。